维生素的名字从 A B C D 一直到维生素 Z 都是点啥？这个维生素其实就是维持我们生理功能必须要获得的微量有机物质，最早是波兰生物化学家发现，给它起名维他命，改了个中文名字就是维生素。对吗？中文名多好，所以也别念 A B C D 了，这些字母也有中国名字吗？叫维生素、阿波茨德、阿佛哥、赫伊基科、勒波勒。其实最早人们还真的朝着要把维生素发现到 X Y Z 努力的，但到了今天，维生素却只有 A B C D E 和 K。你说啥？我 F G H I J 不配拥有姓名吗？最早还真有维生素 F， 但后来科学家给它起了个更靠谱的名字，必需脂肪酸。然后维生素 G 原来和 B 是一家子，就变成了维生素 B2， 后来 H 变成了 B7， J 也归入了 B2， 而维生素 I 更是直接被开除了。剩下的这个就是你很少听说过的维生素 K， 是一种凝血维生素啊。我决定了，这维生素尖和维生素 K 都有了，我要是努力发现维生素 R、 维生素勾圈、大王、小王、红桃、黑桃、梅花方片，整一套化学史上的维生素大扑克牌，是不是高低我得拿个诺贝尔奖？加油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我是顾白师，我真是太有文化了。